今天跟我们继续来聊去风险化，就是因为中美两个大国或者是美国一直要和中国拼个高下，才对于全世界有了这样的一个思维。我们同时来看这个是南华早报的报道，现在中美之间的竞争真的要到学术层面上都要受到影响了吗？一些美国学校的中国生源在近7年的时间当中骤降了近90%。专家分析说，这个骤降呢，对美国科学研究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害，而且拉低了美国的创新能力。刚刚我提到的延伸到了学校，甚至现在延伸到了学术界。今天大家都知道都在纪念邓小平嘛。我于是看了一下，这个是美国前总统卡特和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在45年前达成的中美科技协定。第二次延期呢也会在8月27号结束了。目前看样子美国没有意思说要跟中国继续续约。如果不续约的话，就会发出一种不鼓励北京和华盛顿合作的强烈信号。请教一下我们的谦哥其实不仅仅是中国人去美国的留学生数量减少，美国到中国的留学生现在我看了一下高校不足1000人。那但是中国的态度是什么？习近平主席到了美国旧金山去说，我们欢迎5年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到中国看一看走一走。美国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只欢迎印度人，不欢迎中国人来学习我们的科学。您来分析一下中国的这种降维打击，美国现在是不是特别怕？我觉得是这样看啊，因为当时卡特为什么愿意跟中国的领导人签中美的科技合作协定，那是因为他们当时的整个国家大政策是要遏制苏联，我们把它简单称为联中抗俄或者联中制俄的这样一个概念，所以他是要利用中国来去牵制前苏联它的一个发展，因为在当时苏联的力量其实发展到相当 的程度了，所以对美国人来说，他要拉的是中国的这样的一股力量，这是从基辛格时代啊到尼克森到卡特完成的。那因此在这个部分，他必须要让中国有足够的力量跟前苏联对抗。那力量在哪里？科技能力嘛。所以并不是美国基于善心，是美国要利用中国来去对抗前苏联。就在这个时候有了这样的一个军事合作协定，所以大陆到美国留学，还有美国很多科技人员到中国来，那么包括您看到了，甚至欧洲像法国的直升机，像声呐，像美国的战斗机，其实都有在中国大陆开始进行合作。是，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战机的身影中有美国的元素，直升机的身影中有法国的元素，其实这个就是因为当初一起合作，而他们的目的是也要利用中国，中国也利用他们需要中国的情形下来发展壮大自己的国防科技能力，相互嘛，你利用我，我知道，我也利用你，你也知道，那么大家都相互，所以并不是谁给谁好处哦。我觉得美国人跟欧洲人不要那一张嘴啊，你从来没有真的要给中国好处。所以你看在1989年前苏联一崩解，美国立刻中断跟中国的所有的军事合作，立刻，我再强调立刻，法国也立刻，我讲这些话完全负责任，他们马上就完全中断了。这代表什么？1989年苏联一崩溃，他们就觉得中国没有利用价值了。这些科技走了一半，合作了一半的项目叫停撤回来。所以中国的科学家是在这个基础上继续自己再走下去的。好。以前我们中国弱，中国落后，而且是除了人文科学以外，其实我们是几乎是全方面的落后，是数学、物理、自然科学，甚至社会科学，我们是全方位的落后，所以我们需要大量的学生到海外去学习。我们不只到美国，我们也到欧洲，也到日本，也到以前的前苏联，也到东欧，我们到世界各地去学习。可是今天的中国在很多科技能力方面，在前端的科技能力，
例如说，我们讲的未来10项科技，10项中中国有7项已经领先了，顶尖，嗯，是。对不对？这个已经是被证明的。中国的目前来讲，在自然科学的论文的被引用的数量跟发表的数量，在全世界已经排名第一了。然后，中国在联合国的专利的申请数量跟质量已经排名第一。是。在这个情形下，坦白说，对于中国的大学生、研究生，我讲的是大学生、硕士生，还有没有必要这么多的人啊到美国去留学？我觉得我的态度就比较保留了。啊，为什么？因为其实中国的高等教育的环境可以一直不断的优化的，哦，可以一直不断的优化。而中国高等教育的环境其实已经可以满足很多中国人自己学生的需求，只是因为有很多的学生他考不进去，那不得已嘛，所以只好到国外去嘛。所以这个国外确已经不实，是真的他第一选择了，嗯，很多的时候是因为在国内考不上。例如说我在高考，我进不去一本大学，那我没办法嘛，我就选择到海外去。我家里还有点钱，那么供应我，那我就到海外去。所以海外已经变成他的二等选择，不是一等选择。一等选择是在本土内读，哎，在中国内读，因为对。中国的一本大学大家都知道，培养出来的学生的实力是相当的坚强的、深厚的。那因此，大学生这个部分到海外留学，我讲不是全部哦，我绝对在强调，我不是讲全部，而是很大一部分的人是因为 在国内的高考竞争不下去，所以选择到海外。因此，你从这个角度来看，海外变成是二等选择，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海外读完大学的，回到中国来不会有好待遇。嗯，因为中国的企业家，你说像雷军他们呢，等等的这些这么多企业家，或者是像这个任正非，华为，任正非。对，任正非，你看他们当然了解中国的整个学术界的生态环境，所以他们宁可给本土的学生，你说我们的一本大学的这些学生更高的待遇，而给从国外回来的，他们很难给更高的待遇，除非你在海外读的是一等一的那种，也是1%或者5%内的这种顶尖的大学，不对，然的话，他们基本上不会给你很好的待遇。那你这个做学生家长的，你何苦来哉？你投那么多的钱，结果你的孩子读完书回来以后也不怎么样，然后你却花那么多的钱，你倒不如把你花的钱去买房给他，还比他开心一点，啊，这是第一个。因为至少他无虑嘛，不用担心他没有房嘛。你把他拿到美国去打水漂，回来以后本事也没增长，然后坏习惯学了一堆，坏毛病学了一堆，然后竞争力也差了。那回到中国来以后，这个适应不了，那个适应不了，讲2句中文，再卖一个单字英文，这不没有什么了不起，而且也没有什么用，啊，就是说，哎呀，会讲2句英文也没什么用啊。那么换言之，也就是说，花这个钱划不来，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讲研究所，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一本一本大学的研究所，它的素质高了，所以硕士生是可以满足了，没有问题的。好，那我觉得跟美国或是跟欧洲的交流有必要，但是要怎么做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弱的我们才去，我们不够的我们才去，我们没有的我们才去。我觉得这一点一定要，我们去留学就是要学他们比我们好的，而不是学他们比我们差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既然要投资，就只投资在他们比我们好的那个领域跟那个学校。他没有比我们好的学校，你何必浪费钱？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要弄得很清楚，学门、科系、科技或者是领域没有比我们好的，就没有必要浪费钱去糟蹋自己的钱。你的钱再怎么样都是辛苦赚来的，而且不要糟蹋孩子的美丽的光阴，到那个地方养成一堆坏习惯、坏观念，回来以后这个适应不了，那个适应不了，然后在当地也适应不了，也适应不了。
因为我们的很多留学生在海外也适应不了他们的环境，回来以后就自认为已经喝了洋墨水，也适应不了本土的环境，变成四不像，那边也不行活，那边也再回来也不行活，那你干脆每天泡酒廊、泡酒吧，在那边喝两杯酒，然后埋怨，然后你看上海一堆人就是在那边每天埋怨、埋怨、埋怨，然后从早上埋怨到晚，那好像全世界都得罪他，就是他最不行嘛，啊，就是这种人好。我现在讲话得罪很多人哦，你们谅解大一下，白话，大真的很实际。谅解一下，好，所以要学就要学他们比我们好的，学他们超前的领域。另外一个我觉得要做的，就是做博士后研究，或是做专业交流合作。也就是说，你在你的企业或在你的工作岗位或者在学术单位，你跟美国或者跟欧洲国家。你们做技术交流，对等的技术交流，我比你强的，你请我去；那同样的，你比我强的，我把你请来。我觉得要进行这种对等交流。我去那边学你强的，你来我这边学我强的，所以是一定是对等，所以接待的规格也是对等。这样的情形，我们的科技人员，我们的学者。我们的这些人到国外去就很有尊严、很有面子，因为是。他去的就已经不是穷留学生，不得了啊！他是专家的身份去啊，是博士后的学者的身份去啊，是访问学者、交换学者的身份去啊。那接待的规格是完全不一样，有尊严、有待遇、有社会地位，然后海关还不敢对你说三道四。你想想看多好啊！你去那边留学，花一堆钱，还被怀疑说你要在那边定间居，谍，还要怀疑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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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受尽羞辱，气得半死，然后还贡献他们的这个房东，然后贡献他们的学校的学费，养了他们一堆这个，不要讲那个其他人，好，反正就养了一堆人，然后呢，你就可以看到。你何苦来哉？你为什么不用这种尊贵的学者去那边访问？我当时回去巴黎大学的时候，就是以访问学者身份去啊，待遇就完全不一样啊。所以我个人是觉得，留学的政策，美国给你限制，刚刚好嘛。那中国大陆就应该借这个机会，把自己的大学教育体系，特别是研究所的体系，把它弄得更加的灵活。宽松，然后让更多的，因为现在中国已经越来资源越丰富了，把它弄，因为高等教育一定要宽松的，然后跟企业界的结合一定要是要深的，没错。然后让这些老师跟企业界的结合中能够获得很大的利益，他才有动力一直带动他的研究生去研究发展，走在科技的前沿。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机会啦，中国人。可以自己创造出一个更好的一个学术环境，成为全世界最顶级的大学。